新气象。对，新的布景呢，其实我们有新的赛制。对，要跟大家来说，稍微讲一下。一样的，我们之前是两组，现在变成三组。是的 ，OK。每一组呢，在每一个关卡呢，如果只要胜利的话，都有机会在下一个关卡呢抽我们的机会跟命运。没错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周冠军呢可以得到我们奖学金8000元，然后再奖助我们的月冠军2万块钱。我们等于是我们的奖金是以前的那个 double， 奖学金是更多的。介绍我们今天的同学好了，好。好的，首先是红队民生国小。蓝队是安溪国小。阿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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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到底能不能得分呢？红旗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；蓝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；红旗绿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；蓝旗不要升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；红旗绿旗升起来，全部降下来；红旗不要降，绿旗不要降。红旗不要降。红队预测你是下一个离开的。对。下一个淘汰，所以呢，他们这次如果他们先回去，有可能你也会帮他们得分。是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厉害哦！心灵呢，现在呢到了第五个了，非常好。第五个呢是我们的红队预测，所以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被淘汰，红队就可以得一分。对，请降旗，老师，音乐 Go。白旗绿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；绿旗降下来，蓝旗升起来；白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降，绿旗不要降。没关系，恭喜红队获得一分。比赛到后面了，我们红队呢已经得一分了。那到底我们预测的分数，绿队可不可以再获得一分？心灵姐姐，靠你了。请降旗，老师音乐 Go。红旗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；蓝旗升起来，绿旗降下来；蓝旗红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升；绿旗升起来，白旗升起来；蓝旗白旗降下来，全部降下来；蓝旗不要降。恭喜红队获得一分。接下来就换我了，是的，换我上场，燕君哥哥上。燕君哥哥上场啦！燕君哥哥，你们觉得他第一？哎，我给他们个提示啦。什么什么？你说。不要太后面，我自己个人都没有看好自己。真的吗？因为这个太难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从红队开始。红队，你觉得燕君哥哥第几个被淘汰？第四个。第四个，猜到了可以的。第四个算看好。你也觉得？你们也觉得第四个？对。算看好咖嘞。你第几个？都第四个，事事如意啊！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！同学们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好不好？请降旗。好，旗开得胜，老师音乐，请了。红旗蓝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降；白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；蓝旗绿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；白旗不要升，红旗升起来。蓝旗立场第一，请降旗。老师音乐，请了。绿旗红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；蓝旗降下来，绿旗升起来。老师已经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抓紧一点点，刚刚到一半就觉得啊错了，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会加油帮你们得分的。哦，好的，请降旗。好，老师音乐，请了。绿旗升起来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白旗降下来，全部降下来，蓝旗不要降，绿旗红旗不要升，白旗升起来，蓝旗升起来。哦，白旗慢了一点，好不好玩？谢谢，好玩哦。现在燕君哥哥变得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你这一回合被淘汰，他们就可以各得一分。音乐请了。绿旗红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降；蓝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；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；蓝旗不要降，绿旗红旗升起来，全部降下来；蓝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降；红旗升起来，绿旗蓝旗不要降，白旗降下来。哦，绿旗蓝旗不要降，溥仪你怎么那么高啊？这溥仪我站不上去，溥仪我怎么站不上去啊？溥仪你现在几年级？溥仪，溥仪拉我一下。溥仪，你四年级现在多高？一五八。一五八。一五八哎。差不多。表现得很好，谢谢溥仪。谢谢。所以之前呢，大家预测燕君哥哥第四个被淘汰啊，没有哎，你在哎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得到那一分。因为现在我们的翔怡代表蓝队，我们的乔颖代表红队，那我们来加油一下下，来给乔颖加油，乔颖。
旗不要降，绿旗红旗升起来，全部降下来。蓝旗升起来，红旗绿旗升起来，蓝旗降下来。白旗不要降，蓝旗升起来，红旗不要升，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。蓝旗不要降，绿旗红旗升起来。然后这一回合是蓝队获胜一分，是啊，所以这一回合红队蓝队各得一分。好，马上进行下一关卡，走。偶像拼拼游戏规则说明：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哇！再掌声鼓励一下。他也太可爱了。介绍一下，来，我们的这位帅哥叫做展文。你叫展文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今年几岁？5岁。那你平常有在运动吗？我看你经常说穿足球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示范一下踢足球的姿势，好不好？一些动作，预备，开始 go。哦。超有力。我们今天也来了一位美女，叫做恩熙，嗨。恩熙几岁？4岁半。4岁半呢？那你今天要来帮我们出题哦，会不会紧张？不会。好棒哦，好，要出题好不 好？那今天麻烦你们了，好不 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两位。第一题跟第二题我一起来出题好了。好。偶像拼拼呢，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之前都是注音，但是这次呢，我们会加入国字。是的。对，但是第一题呢，我们先注音开始，好不好？暖身题。对，前两题都比较简单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请出题。来，1、2、3、4，手举高，上面闪一闪，下面。好。我都有发现，好的，节奏感好差啊。其实这题算是简单的，给你们5秒钟时间作答。Very good， 加油。好好拼一下哦，其实只有几个而已哦。请翻盘，来看看我们红队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木柴，木屋哀之是埋柴，埋柱，颠倒了，埋柱，埋柱是把柱埋起来的意思，就对。这边是什么？麦菜，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是我们的红队得分，恭喜恭喜红队。第二题是国字，也是比较简单，所以只有2个字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认真看，老师请出题。有没有觉得很慌乱的感觉？给你们5秒钟作答。哦，4、5秒钟，3、2、1。这题应该蛮简单的。来看看，红队是画童的，翻过来童话。这怎么？我又反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反过来？就哦，因为这个比较好认。对。所以你们也是童话。哎呀，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不是童话？恭喜，就是童话。来看看有什么呢？岩蛇。童就是立，再加上鲤；画就是岩，再加上蛇。恭喜，3组都答对。马上进阶版来喽 ！Go。好的，现在呢，偶像拼拼进阶版这一题呢，也是2个字。但是他笔画是比较多的，看好，到底能不能得分呢？老师音乐 ，Go。Very good， 我们同学的屁股上面也有一个注音哦，倒数最后
五秒给你们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答案是喷羊瓶跟我果，这个答案是果瓶，果瓶，嗯，好，请保重。绿队是怎么全部躲起来了？这什么？强碰。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来一下，苹果，恭喜红队答对。来看看，喷羊瓶。喷羊瓶，二声在哪里？二声，二声，二声。二声。好，二声瓶果。哥。哥。搁在那边，歌舞欧国。好，第四题，音乐请下。上下再一次上下，往上转圈给大家看，往上转圈再来一次，好吗？好，收起来。很好。红队的答案是。咖啡糖，好。蓝队的答案是非糖。我相信如果再给你们十秒，应该就可以写出来。嗯，绿队的答案是咖啡糖。好，老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咖啡糖，口加口非米糖。答案就是咖啡糖，谢谢。这个单元呢，红队答对了4题，蓝队答对1题。绿队答对了2题，恭喜红队获胜。总比数目前红队2分，蓝队1分，绿队目前还没得分。OK， 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，走。乘胜追击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出2名队员出来对战，在限时内凭感觉测量出指定物体的重量，数字最接近指定重量之队伍获胜。活力跟朝气，是的。那因为刚才呢，红队呢拿到第一名，所以呢，他们有这个机会命运卡。是的，机会给你。好 ，OK， 机会命运，来给你们选一下。命运，请翻版。来，主持人提示，我们待会的题目，如果捉襟见肘。对，我们给他们稍微提示一下，搞不好多一点、少一点、高一点、低一点。现在呢，三队我们的前面呢都已经放这个。花豆花豆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而且有很多的维生素 B 群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很多人现在很喜欢吃五谷杂粮饭，那里头都会有，或者是八宝粥里头，或是很爱吃那个夏天的叉冰里头也会有这种东西。对对对，其实呢，那个米饭还有肉类吃太多了，其实吃很多吃一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是非常好的，是的，非常清爽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盘子加上我们的花豆，目前是300克，各位同学都是300，300，300，现在可以拿起盘子来量一下。感觉一下300克的重量，来来，可以拿，好好的感觉一下。那记得300克的这个重量。好 ，OK， 感觉完了之后呢，帮我把花豆倒回我们的大的碗里面去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全部倒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荧幕呢盖起来。是的。盖起来之后呢，我待会呢就会来公布我们今天的题目。记不记得刚才300克的重量？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同学们，请在20秒钟之内。称出500克的花豆，20秒，等一下，不动，手举起来，计时开始，给我加油，哎呀，站出来了，刚看一下感觉哦，是的，乘胜追击 ，OK， 红队是可以主持人提示的，对不对？来来，看看。天哪，我没有遇过这种问题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蓝队，都不说哈。OK， 绿队的题目的成绩是 OK。哇塞，绿队超强，绿队超强。红队，各位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要以为你看错。嗯，各位，红队。想说这要怎么给提示？
一提示就挂了。没关系，下一回合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恭喜红队暂时获得分数。耶！哎呦，好毛哦！下一回合够。这太厉害了啦！现在呢，我们的棒阵上面呢换成是番茄了。OK， 番茄呢具有很多的茄红素，是的，而且它可以促进我们那个肠胃的蠕动，是。所以呢，小朋友吃番茄是非常好的。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棒阵上面是600克，现在可以拿起来先感觉一下，看看600到底有多重，感觉一下那个。你在干嘛？对，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。你在数几颗啊？它有分大小啦，不要数几颗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番茄倒回我们的大碗里面去，大碗里面。我就要来出题目了，各位同学，请称出800克的番茄。800克，2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刚刚的排水球是600克，要比600克呢再多200克，再多200，就等于再多刚刚那个盘子里头的1/3。各位朋友，请来加油啦！没错，我们红队的主持人提示还没用到，所以等一下还可以用到。请往后退一步，往后退一步。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红队，因为红队要提示嘛。红队要主持人提示，眼睛可透亮一下。800，800，800。吓死我了！不会用那么那个吧？少一点点，点点，少一点点，来，拿了3个，好，停了5个。好，那你们最后再来公布，好的。好，我们来先来看我们蓝队。到底800克，他们称出几公克？1、2、3，865，掌声鼓励！好厉害哦，很强哎，很有观念呢。绿队答案是1060。刚才红队说要可以少一点点，来看一下。刚才红队是880嘛。845，恭喜红队再获得1分。总结数，红队3分，蓝队1分，绿队还没得分。好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超级比一比游戏规则说明：参赛者全员出动，轮流模仿主持人的动作，让答题者猜出正确答案。限时时间内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这次不太一样，跟以前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次呢是那个关主逼的同学，然后我来猜，没错，我来猜。那我们刚才我们的冠军队伍是我们的红队，对，机会跟命运，请选择，你要机会还是命运？两个都是好的，来看看，机会，机会，换不换？不换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哇，延长卡答题时间多10秒，换不换？不换。来，第一组。绿队，绿队，第二组，红队，那蓝队就第三，就是蓝队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超级比一比，绿队 ready go。欢迎第一队呢，是我们的绿队，准备好了没？90秒的时间呢，冠军，我会加油的，加油，我会加，我觉得我压力好大，紧张，我会尽量帮你们拿分数的。好的，90秒的时间，关注，请出题。超级比一比，请倒数。3, 2, 1，起初也很紧张。3个字。好，划龙舟。答对。6个字。六。第一、第二、1、3、4个字。飞。走。啊，躲猫猫。一个游戏，一个游戏。啊。啊！1、2、3，木头人。啊，对。哎呀！第三题。3个字。3个字。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啊，踢正步。好好。答对。好，接下来。3个字。3个字。这算一个动作。挤痘痘。哦。答对。你好厉害呀！好聪明哦。3个字。3个字。打撞球。哇！答对。2个字，丢掉，抛飞，滑
翔、滑雪、秀秀，这个是波浪、海浪。真的不懂哎，什么是什么？看一下我，就这样。你想太夸张了，你是不是要比冲浪？冲浪不用这样啊，冲浪你就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最好你这样，我刚刚也比这样。亲爱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停，你比这样子，我不是讲滑板，就是讲冲浪。伺候诸葛。五题，掌声鼓励。下一个是我们的红队，红队，红队，记得你们有多十秒哦，所以等一下呢，九十秒之后呢，你们会有多十秒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我们要出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加油。好，我会尽量帮你们的 ，OK。好的，观众请出题。超级比一比，请倒数。3, 2, 1。三个字，弹钢琴。很好，这太简单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挖土机。哦，对。哇，那叫 OK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哎呦，这难道不会是企鹅吗？啊，答对。你好厉害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刚起床，伸懒腰，好，打哈欠，啊恰，答对，好，打哈欠 ，sorry， 哦，很累，三个字，啊，跳格子，跳格子，跳格子不对吗？三，跳格子不对，什么？跳绳吗？跳绳。跳，是什么？第二个字啊。第二个字是什么？第二个字。第二个字是这个。房，跳房子。耶。所以我们都叫跳格子。这个字。六题，他们还有十秒的时间。对，你们看看十秒钟，可不可以再让我猜出一题？来，给他们十秒，来继续。来，空手道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打太极拳。耶！你是不是觉得十秒答对一题就很厉害？是不是打太极拳对吗？对对对。我太厉害了！来，各位为我掌声鼓励一下吧。7分，7分，6题加一题 ，OK。最后是我们的蓝队，看能不能够反败为胜。蓝队 ，Let's go。好。对，你们这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对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哇，只剩他有信心。总裁干嘛那么小声？对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会努力让你们得8分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你真的很敢讲。那你要比快一点了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观众请出题。超级比一比，请倒数。我认真。3, 2, 1，Ready, Go！ 两个字。两个字。跳铃。两个字。是动物吗？还是什么的？羚羊。一种运动。羚羊。斗牛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举重。拳击，丢沙包，你已经快被我看到了。什么？我看讨厌。摔跤。没礼貌。摔跤不是吗？一种运动，三个字哦。三个字。好的。梁。跳舞。我快累死了。
没有射，什么？完了完了，掷铁饼，知道？射标枪，丢铅球，对，打棒球，不是，丢铅球啊！来来来，还没还没还没。跳跳嘛！10、9、8、7、6，终于你又跑到三人里面。3、2、1，Sorry， 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答对几题？三题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难哦。题目比较难，而且有跷跷板。那跷跷板，你怎么比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跷跷板是这样子，噔噔。你会，没有，我如果不是弹跳，他一个人玩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绿队得到五题，红队得到七题，蓝队得到三题，恭喜红队再获得一分。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 ，Go。大队接力游戏规则说明：同队的四位队员分别负责三种不同关卡。以接力方式合作完成指定任务，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大队接力。好，这个关卡呢有两分的机会可以过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他们刚刚获胜，所以呢要来抽机会跟命运。是。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机会。对，机会。我们来看一下机会是什么，一二三。指定一队加两秒。天哪，好可怕哦！你们要指定哪一队？你们要指定哪一队加两秒？蓝队。OK， 所以蓝队是从两秒开始就对了。红队，大队接力，预备 ，Go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18秒，好，抽开才能过关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来看看尽量。成绩公布，27秒67。哇，好快哦！好，这个成绩算是水准之上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换我们蓝队了，蓝队请就位。好，现在换我们蓝队了。蓝队大队接力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过关！过关！出发！第二棒，第三棒，看准没关系。好，慢慢来，要稳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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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场同学，各位蓝队加油！因为刚才呢，我们的红队呢就送了2秒的礼物送给他们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成绩呢就是要再加2秒。是的。OK， 好，成绩公布，51秒56，再加上2秒，是53秒56，表现不错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绿队登场啦，绿队大队接力 ，Ready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的，乖乖，来出发。慢慢来，不急。很好，很棒，小心哦。加油！我们现场同学帮绿队加油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成绩非常快，公布成绩，31秒57。哇！恭
喜红队再获得两分。总比数红队今天是6分，蓝队是1分，绿队呢没有得到任何分数，没错，可是收获满满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对呀，谢谢你们。恭喜我们红队可以获得8000元的周冠军的奖金。谢谢你们月冠军的比赛，其他的同学也可以知道新的奖品，谢谢你们。同学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总动员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